哎，趁佛西哥回来之前，我要先赶快把这个鸡脖处理。可是我也没处理。天啊！哎，送的啊。这是新鲜鸡脖，鸡脖很贵。对，鸡脖是贵的东西，因为一只鸡只有两颗。那鸡心不是更贵？鸡心120。搞完里面是精子吗？所以你是在吃？所以等一下我吃的是鸡精。鸡精。你觉得里面哪一个最像你的？我觉得都不像。你有看到这个吗？这一个就是这一颗吗？它的旁边。这个鸡脖的，鸡脖的。有还有大有小，把你拿去煮了。你怎么会敢纹身的东西啊？你知道这怎么煮吗？等水滚，然后丢进去，让它变成白色。哦，我们就把它当水饺在煮，它浮起来，我们就捞起来。哦，好。听说佛西哥很爱吃鸡，对，可以提升一些搞不懂。佛西哥是那方面算蛮厉害，他之前不是有吃过100颗鸡？我跟你讲哦，他吃完的那一天晚上啊，车子开着就冲出去了。去哪里？为什么是去？据说好像不知道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有去过，忙过不是。他的经验都是马来的，所以你们不要小看他，他就是氪金王。什么？肠粉？腊肠鸡佛口味，因为很多人都失去佛西哥的 IG。但是那个东西在南部才有，南部才有，好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准备披萨。看起来好浪费哦，披萨看起来这么好吃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如果很爱吃鸡佛，我们等他鸡佛放上去之后，就把鸡佛推到同一片，然后我们吃披萨。OK。那你跟佛西哥这样拍不怕？为啥吃这么多颗？刚不是说吃的很厉害，它就是一个鸡肉味。现在是在加起司吗？哇，这个是我的，好大一片哦！你再给我舔掉，生吃，对，不敢吃哎。它本来就可以直接吃，它有烧焦的感觉吗？来给大家看看，你看那个两个耳朵，两颗，然后再一个长长的，好。来吧，佛西哥最新的披萨，最新口味哦，最时髦的那个，我知道，人家买不到，你买得到。对啊，是那个猪血糕的，还是那个？你打开来看就知道啊。皮蛋就是都你爱吃。因为我看很多人都买不到，抢购一空。我专程开车去买的。赞哦！那我们现在是开箱给大家看。对，错，你开。这我们要先给镜头看，因为你这样开是挡住镜头。啊，所以它是猪血糕还是？来开箱我们的皮蛋披萨，噔噔，干！咖啡，永亮喜，咖啡，鸡的蛋蛋哎，鸡脖啊，也是蛋蛋。但我怎么没想到这个东西？这是最近才出来的，而且这个不是在哪里啊？嘉义。哦，嘉义。对，我们去嘉义买。屁啦！特制。乱弄，这个最好是。这特制款好不好？是你们自己用的。没有，那店家都没用的。不是，你们是很爱吗？我很爱，但是上面用起司。好吃。这样看起来才像披萨。入口即化。我现在不想吃披萨。你应该看得出来哪一块是你的吧？这一块。快点吃一口看看，这种感觉很好吃啊！人家都只能一片吃一个，也是一片可以吃。那你帮我用，还要美女服务就对了。美女，对对对对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穿这样？搭配餐，搭配鸡啊！你都不怕我吃完哦？用用用用用，对，用用用。啊，你切到他的鸡脖，到底会不会？很难呢，还是小厨娘呢？小废物厨娘，我会不会切到手？你都哦，你的好巨大，你的好大。你都不怕我吃完然后会想，这种就是骗男生的东西，你就觉得好像吃了这个东西你就变很强。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讲？那个人是赶快拿给他，不要，我不想吃，我不敢吃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哎呀，触感，哎，你不觉得这很像一个形状吗？你先看一下这个形状啊。反正我吃了你也要吃。你看那个形状。你要吃鸡脖不吃披萨？这两个搭在一起是好的吗？可以啦，还有起司哎，起司百搭，特地为你准备。我可不可以先单吃一个鸡脖看？小心不要吃到自己哦，我会笑你。怎样？很好吃，好久没有吃这种奢侈的东西了。那你奢侈到底，这边得都给你了，一颗一颗摆上来。你也帮他用一个，你看。完全忽略披萨的味道，我完全都在享受那鸡脖的美味。你先吃看看鸡脖呗。我喂你吃鸡，你看我吃的鸡脖，然后再看着。等下你要吃的。哦，这真的是鸡脖。好可怕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没那么可怕，很好吃。好。你再不吃，我就拿我的跟它调换哦。鸡脖还是西脖？鸡脖。真的很好吃。好吃，真的是好吃的。你不要一直想着那个东西。还好，就是一个内脏的味道。但是因为外面有起司，所以还好。对。
我不要，我真的不敢吃。有一点熏耶。叫小奥佐吃啊。真的很好吃。男生吃才有用，女生吃没有用啊，去。有没有要蹦蹦蹦蹦蹦的感觉？是好人生哦！是不是吞不下去？它有一个，我们吃鸡胸后面是不是会有两颗像肾的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内脏的味道。咦，好吃哦！你好爱鸡脯。那来，你把所有鸡脯都把它夹上去。我们看你吃啊，你喜欢吃的东西。那我不吃披萨，可以吗？今天的特色是鸡脯披萨。对啊，然后搭配的。你不要这个脸哦！什么脸？不可思议！啊，大家，就算我今天真的买到真正的鸡脯披萨，我也是把鸡脯吃完，然后披萨丢掉，浪费时间。那你干嘛买鸡脯披萨？就买鸡脯就好了，这有什么毛病？那你下次试试看那个鸡脯加奶茶。你吃就吃，你不要舔一口，你舔一口，你舔一口。一，哎呀，恶心哎！你试看，告诉我黑的。你要不要摸看看？你要不要摸看看？摸什么？夸张了，怎么啦？我的脚趾头已经丢在一起了。啊，我看里面，看里面，乌鱼子口味，芝麻，真的吗？你咬一半，然后有一个东西在那边，这是人间圣品。你不要我在吃，然后一直在那里，哎呀哎呀！你在这外面卖多贵吗？一直查一下菜价，你看看，哇，我的 cheese， 真的就只吃鸡脯呢？鸡脯配 cheese 比较好，还是没有配？没有配，你看那里。我自己觉得，我刚吃那一口，它很吐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它有一个后劲。我快吃完了。你好蠢哦！哎，刚是一锅的鸡脯，哎，真的？那我们现在可以煮了？啊，没有，不是那个店家店家的，因为不可能啊！我买一袋去给他煮的。我在第一次。好可怕！你们他妈的，你们自己在吃东西，人家在旁边，哎呀哎呀，你们这下去吗？你们要尊重。鸡的蛋蛋，很多人都觉得说为什么它贵，然后就是说因为它一只鸡只有两颗，因为一只鸡只有两颗，但是一只鸡也只有一颗心脏，那鸡心不是更贵？鸡心一千二十，它是珍贵，它是补品。你拿一口通道，对不起，披萨就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啊，披萨，就看你们为什么要浪费这制作费啊！你们可以单纯买鸡脯给我吃就好。你们要体验鸡脯披萨，你们要搭配的吃。所以我先开箱给大家看。我跟你讲，那是你们刚好都不喜欢吃，很多人爱死喽。不要这么尴尬。好，大家如果喜欢鸡脯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好烂的片哦！你要卖鸡脯披萨？不要，这样我会把自己吃倒。我好想吃，我刚刚吃那个应该有十几颗。完蛋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救命！没有鸡脯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在挑战意大利人的底线，挑战 Costco 的极限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很多人标记我，哎，什么鸡脯披萨就全部都一直标记我，他们看得垂涎三尺。所以这我刚才没真的注意。我靠，那真的是 Costco 的，我刚刚没有注意看。嗯，那这样感觉就平淡无奇。所以你在做 Costco 披萨？不要玩。